是他呃我。我由第一晚在 disco 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，所以是他呃我。好像是你呃我表姐先的吧。我喜欢了个女仔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表白。查实你有没有拍过拖的呢？当然有啦，但我不认识他。他已经跟我求了96次婚了，但每一次只是送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给我，从来都没想过究竟我需要的是什么。他挺 cute 的，好事当时是 cute， 有事起上来都挺浪丽。你刚刚说谁浪丽？我不是说你，你不是说我，那即是你做第二个女朋友。喂，我阿哥，总之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嘢隐瞒，感情是真咪得咯。自从嗰晚之后，我知道是你的了，我决定咗系你，我不会喜欢第二个噶啦。佢成日黐住你搏乜嘢啊？你同佢等完走之后，佢有冇搞你啊？你把口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啊？我想同你讲，而家啲小朋友好早熟噶。我哋嘅爱情已经变咗做感情，再系咁落去会变做同情，到时会冇晒生气嘅。被称作贵人，负过太多人，今天我变了受害人，用虔诚来待你，任旁人来揭秘，形象太错太坏，怎可爱得起？傻小子，妄想找到优美开始，要你看穿这心意，却跌一跤很讽刺。来又去，仍是不可篡改天意，只可领受报应。在长大的过程之中，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遇过一些感情的问题。和我哋倾下，饮杯嘢都120啦。傾埋偈都係交到120啫，快啲嚟傾下啦！